女神，女神，女神，身子，身子，身子，黄河，黄河，黄河。 影子，影子，影子，泥泥泥吹，吹，吹，气。 气气活活活漂亮漂亮漂亮做饭。 做饭，做饭。水神，水神，水神。火神，火神，火神。打架，打架，打架。 撞！撞！撞！坐！坐！坐！顶！顶！顶！倒！ 倒，倒，动，动，动，死，死，死，伤心，伤心。 伤心。五颜六色。五颜六色。五颜六色。石头。石头。石头。练。 练，练，夜，夜，夜，彩虹，彩虹，彩虹，治理。 治理，治理，大水，大水，大水，杀死，杀死，杀死。那么。 那么，那么，保护，保护，保护，高楼，高楼，高楼，响起，响起。 响起。盘古开天地以后，又过了很多年，世界上有了花草树木，还有了各种动物。一天，一个女神来了，她有人的脸。 和蛇的身子，它叫女娲。女娲觉得这里很美，可是不热闹。她来到黄河边，看到水中自己的影子，她知道怎么做了。她用泥和水做成一个泥人。泥人有头有身子。女娲还给泥人加上了两条腿。 女娲对着泥人吹了一口气，泥人活了，跑来跑去，高兴的大叫。女娲又做了一个，这次她多用了点水。第二个小泥人很漂亮。女娲叫第一个泥人男人，叫第二个泥人女人。后来，她又做了很多泥人。 他们跑进森林，学会了穿衣服、做饭，生活的很快乐。一天，水神和火神打架。水神输了，他很生气，用头撞向一座顶天的大山。山倒了，天上有了一个大洞。山上着了大火，地上发了大水。 老虎、狮子、蛇都出来了。看到很多人都死了，女娲很伤心。她找到五颜六色的石头，把它们炼成水，又用了九天九夜的时间补好了天。从那天起，下雨后天上就出现了彩虹。一只老乌龟。 把自己的四条腿给了女娲，女娲用它们顶住了天。女娲还去了很多地方，治理了山火和大水，她还杀死了一条吃人的黑龙。人们从山洞里出来了，世界又是那么美丽了，他们又过上了开心的日子。 女娲回到了天上，她对人们说：“我会保护你们的。”很多年过去了，人们有了高楼和城市，但他们还是常常想起女娲。 盘古开天地以后，又过了很多年，世界上有了花草树木，还有了各种动物。一天，一个女神来了，她有人的脸和蛇的身子，她叫女娲。女娲觉得这里很美，可是不热闹。她来到黄河边，看到水中自己的影子。 他知道怎么做了。他用泥和水做成一个泥人。泥人有头有身子。女娲还给泥人加上了两条腿。女娲对着泥人吹了一口气，泥人活了，跑来跑去，高兴的大叫。女娲又做了一个，这次。 他多用了点水。第二个小泥人很漂亮。女娲叫第一个泥人男人，叫第二个泥人女人。后来，他又做了很多泥人。他们跑进森林，学会了穿衣服、做饭，生活的很快乐。一天，水神和火神打架。 水神输了，他很生气，用头撞向一座顶天的大山。山倒了，天上有了一个大洞。山上着了大火，地上发了大水，老虎、狮子、蛇都出来了。看到很多人都死了，女娲很伤心。她找到五颜六色的石头，把它们炼成水。 又用了九天九夜的时间补好了天。从那天起，下雨后天上就出现了彩虹。一只老乌龟把自己的四条腿给了女娲，女娲用它们顶住了天。女娲还去了很多地方，治理了山火和大水。 他还杀死了一条吃人的黑龙。人们从山洞里出来了，世界又是那么美丽了。他们又过上了开心的日子。女娲回到了天上，她对人们说：“我会保护你们的。”很多年过去了。 人们有了高楼和城市，但他们还是常常想起女娲。